三年再看月入百万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空格魂。随着东京奥运延期，日本的新冠确诊人数不出意外的飙升了，目前已经破万例了。伴随着中国疫情的缓和和日本疫情的爆发，日本的某些议员想借之前捐赠中国物资的事件搞事情。前几日，日本议员冈下昌平发推质疑大阪给上海、江苏捐赠防护服和口罩，却给自己的医疗人员用雨衣，质疑大阪知事为什么不储备。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迅速发文回怼，大阪医用口罩和防护服的需求数量每月约为30万件，共计60万件。大阪援助给中国的防护服10000件，中国回赠的大阪70000件口罩，我们已经发给医疗机构了，总数反而增加了呢。捐赠和医疗资源不足没有因果关系，你们身为国会议员却搞捏造印象的行为，令人寒心。对此 UP 主不发表看法，只知道咱们种花家向来信奉礼尚往来，有来有往。其实中国数倍返还日本物资也不是只有这一次，前段时间日本汾川市在中国疫情爆发的时候，向无锡市捐赠了4500个口罩，现在他们自己疫情严重，口罩紧缺，他们的市长不好意思地向无锡市表示自己这边情况危急，口罩不够用了，如果你们口罩储备够的话，能不能把之前捐的送回来。武蔵新国区というところが姉妹都市を結んでおってですね、4500枚マスクを送ったんですね。今なんとかそれをですね、4500枚またもし在庫があれば返してくれないかっていうね、交渉をしとる最中。而无锡也是超霸气的，不仅答应返还口罩，而且还翻了10倍的返还，收集了50000个口罩寄到了日本。对此日本网友是这么评论的，中国正在崛起，当然日本也是厉害的，邻国强大的话就很有安全感，如果中国混乱的话，日本经济也无法东山再起。朝共就是这样的，日美同盟解散，展示了大国的力量，当然肯定有阴阳怪气的，比如这样，是在不卫生的环境做的吧，也有感谢的，送上1000只感谢的纸鹤，爱人之人恒爱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可以的话请给我个3连关注，了解更多爱玩新鲜事，点关注不迷路，拜了个拜。